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節嘅即時攻略啊，林子彤啊嘛，呢個環節咧，繼續有 Stanley 喺度 ，Stanley 好。係啊，大家好啊。我都提大家咧，任何股票上問題可以打嚟2804-6566問下我哋專家意見，又或者將問題電郵去到 ask@bhchannel.com 或者 WhatsApp 到95715128俾我哋。Facebook 上面都有準直播啦，大家可以 body 啦，同埋 share 條片。有問題留下留 comment， 會盡快解答大家。個市咧肉酸啊嚇，倒跌13點啊 ，Oh my God， 20321點，其實係啊，你升上嚟，假期之後升上嚟，然之後咁樣喂。單日轉向咁樣倒跌喎，不過唔係，不過我又咁講翻啦，個市即係上個星期都叫做又彈得翻上去啦，即係又好似冇乜嘢咁樣啦。咁咪條樓又咁誇張啊，跌啲嘅，再買咯，跌落去咪係咪先？我不知幾想中意動落翻去啊，講真。咁啊係咯，黐線嘅真係。咁咪但係又咁講翻，你話個市而家即係。目前路上啦，你冇乜特別，即係冇乜特別因素嘅事可以彈。你諗下，其實個市又，但佢因為本身咧，你可以話個市咧又唔係真係咁差嘅。咁但係你又真係有冇啲叫利好嘅消息可以拱個市上去？其實真係冇乜嘅。即係你話甚至乎你而家呢一轉嘅時間啦，你炒係炒 ChatGPT 啲嘢啫嘛，即係呢個消息啫嘛。咁但係今朝早有啲即係有話啲官媒啊，甚至乎好似啱啱見得到咧，內地好似又話有啲即係相關一啲嘅可能啲規定出嚟。咁你令到板塊一差，咪再懟落去咯。所以你見到只百度咧懟得勁嘅，係啊，啲人跌翻落去，係噶。但係百度呢啲冇嘅喎，即係你亦都可以話呢一個即係呢啲嘅即係憧憬咧，仲會 keep 住搞可以炒幾耐啊？呢樣其實唔知㗎，因為冇啊。其實你如果有一刻都可以真係可以應用，即係商業專用化到嘅話咧，其實個商機啊，或者咁講咧，嗰個嘅憧憬咧。可能真的很大，因為有樣嘢你用翻即係好似商湯嗰個例子咧，你當然唔知佢真的係咪可以叫係遲啲啊，即係要大家可以真係商用，即係要接到得到咗用到啦。如果你係去嗰個嘅嗰、那個叫個聊天機械呢樣嘢咧，佢一去到話連嗰啲咩醫療係咩嗰啲醫療公司啊啲都可以用到，咁其實嗰個發展又好似嗰、那個嘅憧憬又好似大喎。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你商湯。你真係上個禮拜先得咁狼係咪先？先得咁勁，咁你而家有呢啲比較可能叫相對負面嘅消息，落翻啲合理啊？使唔使？但係使乜止咯？賺先咧就雙湯。如果大家話今日止賺先咯，咪好似阿 Tony 咁大資金 ，Tony 都醒嘅真係。唔係 Tony 呢啲短炒咧 ，Tony 真係呢啲醒嘅，即係見到唔對路嘅時間，係啊，或者你起碼要食一半先係嘛？係㗎，所以呢一啲即係而家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。有啲貨，即係你話炒呢個概念嘅，其實你記住一樣嘢，呢個概念咧一定 keep 住炒噶啦，即係一定大把機會俾你炒喎。咁但係如果你呢一刻你有錢賺嘅時間，咪早先咯。即係講真，你話呢啲可能規定嘅規矩呢啲嘢，又唔係第一次講話要會做嘅。咁啊，但係只不過你話嗰個氣氛啦，即係甚至乎呢樣嘢嘅發展，其實你阻唔到嘛。咁啊，所以變相之下，炒作嘅概念咧，實會有，但係只不過有一賺咪食過先咯，等佢落翻啲再買過咯。即係好似百度呢啲，喂，講真，你諗下。即係升上去嗰下，大家喺度老似話呀後悔啊！即係之前嘅時間有冇買到貨啊？咁啊而家落翻到去之前升上嚟嗰啲位咁滯啦，係咪先？落翻去50天線樓下。係啊，即係而家呢一下已經上經落翻曬去啦，你諗下係咪？咁咪睇下佢有冇機會再落啲買咯。守唔到條50天線又係咪可以貪心啲咧？冇㗎，呢啲落翻125樓下到啦，125呢位啦。但係如果你想我哋想炒啲 AI 概念咧，應該買百度啊，定係買只商湯好啲啊？哇！嗱呢樣就～真的很亮睇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話，越嚟越多公司出呢啲嘢，咁但係究竟邊一樣邊一嚿嘢係彈出嚟？唔知道，因為同但係如果你話用翻而家個情況咧，百度嗰嚿嘅 ChatGPT 入依一文生物言啦，就應該一定冚喺佢嗰個 search engine 度噶啦，即係按道理咧。你可以話呢樣嘢，但呢樣嘢對於佢個商機有幾大呢？即係我有時諗唔明嘅，即係你話呢樣嘢，可能你 Google 你 search 會方便咗，咁但係你又點樣揾到錢呢？即係呢啲又真係又要諗下點搞。咁啊跟住另外係呢樣嘢啦，另外就係話你如果用翻好似而家嘅商湯為例。如果呢個舊嘢你可以用去到話一啲嘅商業化嘅，即係其實好多企業都用到呢樣嘢嘅，咁就變相可以賣出去啊嘛，咁啊又係錢嚟咯，即係呢樣又變咗有啲唔同。所以究竟而家咧，其實咧，你話間間公司你係做呢一樣嘢，究竟你攞嚟賣啊，定提升自己嘅效率呢樣嘢咧，其實要搞清楚。咁會唔會商湯好啲啊？
商湯啊，台商湯，我諗你如果要話都係幫佢當炒嘅話咧，商立北水，北水應該真係會爭好遠嘅。嗯，即係你要如果唔係嗰個概念嘅話咧，商湯叫好炒啲咯。咁但係百度就變咗會好跟住外圍啲嗰啲消息嚟炒。係，即係你可能個個好啦，咁但係你係嗰當短炒嘅，咁啊商湯一定會嗰個炒作啊，一定勁過只百度噶啦，呢個會真，呢個係真嘅啦。嗯，咁要睇商湯，如果俾我可能會補咗個裂口先咯，補咗個上升裂口先。係噶，咪今朝佢今朝撈得好狼嘅嗰下都到去3.13啊！而家咧講真就打翻成十幾日上嚟啦，咪先又唔係打少。嗯，係啦，所以又打翻上嚟啦，Tony，但係算啦，既然今日食咗一轉嘅時間，咪等佢再定翻啲嘅時間，係咯，先再買翻佢咯 ，OK 嘅。嗯，1138咩位可以買啊？其實今朝都可以買㗎啦，咪啲玻璃車7.49呢啲位置咧，佢又真係頂到喎。係啊，同埋真係呢只嘢咧，即係個價係好嗰個價好錯嘅，真係。即係變咗你要買落去之後咧，基本上你一係唔好理佢，你望佢幾眼嘅話咧，你有時會覺得喂點啊？因為我放假之前嘅時候8.幾嘅係咪先？嗰陣時諗住8蚊唔會穿啊，點知哇一日對穿咗之後，咪再碌落去咯。但係呢啲又冇嘅，即係你當買嚟擺啊，或者甚至乎買少貨啦。即係再加住溝貨咪 OK 咯，咁呢只冇特別啦。你話買嚟擺下 OK， 即係咩位都得。呢位 OK 啦，呢位唔我諗，唯一咧最主要咧，你見嗰個運費價格咧，又因為佢假期之前咧，其實係跌得好勁一日，跌得好犀利。咁但係跌得好犀利都好啦，一問題就係話你個價點樣計都好，同翻上年同期比咧，都仲係升咗好多。所以其實你話跌翻落，我當而家50,000+啦，跌翻落去可能2-3萬咧，其實都冇乜嘢。即係上年，因為上年同期嘅時間咧係負數嚟，係負20,000+。係。咁你諗下，其實你而家點計條數？第一季同期個股價係幾多先？會唔會已經係升咗上？開始升上嚟，開始升緊，開始升緊。佢嗰時因為佢係其實係上年開始咧，第一二季開始彈上嚟嘅，其實係。第一二季開始彈嘅，開始彈。嗯。係開始喐，開始有啲異動咁樣咯。咁但係個窗又好靚，佢係。幾好靚，好靚，係咯，3-4蚊咯，係噶，3-4蚊。佢個勢係靚，但係因為而家你好話唔好聽，佢今年佢應該出現第一季盈起嘅啦。嗯，一定出盈起。但會唔會大家已經 price in 咗呢樣嘢咧？盈起冇，應該咁講翻。如果假設咧，佢嗰個盈利狀況係用翻上年 Q4 去計翻啦，佢呢四個月呢一年嘅時間都 keep 住每一季賺咁嘅錢嘅話咧，其實佢嗰個估值都唔係特別高嘅咯。咁啊，當然睇下第一季出嚟係咩狀況先啦。因為第一季都你都可以話有啲參考性嘅，因為個價即係嗰個叫係嗰、那個運費價格咧，你用而 count 啊嘛，變咗係呢一轉嘅時間。佢冇講派息嗰啲政策㗎嘛？佢冇，佢唔係呢只應該暫時，其實你唔係要派息㗎啦。當然啦，佢賺好多錢又可以派啫。咁但係佢就而家，我覺得個盈利狀況又即係你話會唔會好似去到嗰啲？即係嗰幾咩36啊嗰陣咁暴利咧，應該暫時都未做到住。嗯。但係就按道理嗰個行情唔會特別差咯。嗯。咁樣咯。嗯，好，咁啊，大家可以望住7.6，即係7.49呢啲位置，真係幾次啦。呢幾個交易日咧，都係落到呢啲位置。頂住，跟住又落翻去。係啊，但我驚佢陰我啫。不過冇嘅，不過如果佢落翻，最緊要再落啲嘅話，我諗下睇下再加唔加注咧。你第一手係幾多錢啊？6.3毫幾。6.3毫幾。我均價都好似6.8度啫，好似大把水位啦。系啊，所以再等下先再買咯，冇所謂。嗯嗯，係冇所謂，冇所謂。好，咁多謝曬大家問題啦。係咯。941點解要賠7.00啲？941今日係 A 股跌啦，唔關事啊。A 股今日啲電信股嗰三隻咧跌得多嘅，其實係跌得多。但係 A 股有個情況咧，雖然話佢個勢好似差啦，即係好似呢一排呢啱啱今日又好似差翻啲啦，但係咧 A 股個成交量係大嘅。即係 A 股成交量大咧，反而又冇乜嘢。即係佢跌又好，升又好啦，成交量大咧，我又覺得個市又差幾有個譜嘅 A 股方面啦。A 股後市點睇啊？其實。A 股後市啊！而家之前大家炒啲中字頭嗰啲股份噶嘛，啲基建啊嗰啲全部冚冚聲上翻曬去啊嘛。但係整體 A 股嗰個市況點咧？因為我睇你嗰、那個嗰啲研究報告咧，你就話如果 A 股 OK， 港股都唔會特別差嘅，係咯。咁 A 股後市其實仲有啲咩大家要留意？有冇啲數據會？咪 A 股嗱，好快而家好快，嗰啲公司出第一季業績噶啦。咁其實我而家睇翻而家當前個情況咧，好多都唔 OK 嘅。
其實差嘅。但係因為可能就係因為有少少同埋，我諗都係要疫情同埋即係復常呢段一啲嘅時間，可能有少少關係啦。係。咁變相之下咧，好嗰啲咧，應該就應該有啲錢會追嘅。咁但係第二季啦，反而睇啲咩咧？係睇下第二季啲其實近來可以睇數據 O K 因為啲經濟數據咧出到嚟咧，如果 O K 嘅話咧，反映翻就係話個市應該就即係個經濟慢慢可能要好翻啲咁樣啦。因為而家最尷尬嘅位置就係話你見到到好多嘢係內地啲嘢係唔好得，即係呢樣係。例如咧，內地有啲咩唔係好得啊？樣樣都好似即係零售嗰啲都唔得，係喎。真的喎，即係所以點解你見嗰扎零售板塊炒唔起咁解喎？嗰啲咩海底撈嗰啲咧？唔得噶，睇下個圖啊，唔得噶。其實今日掉咗一升，但係其實佢一 round 嘅時間咧，表現唔係特別好嘅。點解咧？所以咪就係嗰個問題咯，個經濟同香港一樣。我都理解不到。香港就算復常了，我覺得是不是現在已經復常了，即是市道的冷清。我不覺得香港復常，其實真的，即是你問我的話，即是你剛才現在是不是就是以後的常態啊？現在這個市況，驚的，驚的，真的沒有人的，是的，沒有人的。我尖沙咀吃飯呢，不用等位的，不用等位啦，銅鑼灣都是，名店都沒有人的，是的。LV 有人排隊，不過你咁講翻，你講而家因為內地冇復節，睇下五一就真係見真章啦，睇五一。但係就香港人真係外遊得好勁，我係係，即係呢幾日放假真係去邊都真係冇人，唔塞車㗎。唔塞車㗎，係啊，冇錯，唔塞車㗎，我覺得好奇怪。係啊，但係所以你變咗你話睇下，同埋有啲咩大陸團咧，全部都係有啲冇乜消費力嗰啲大陸團咯。幾嚿咩幾千蚊嚟十日嗰啲咁樣咧，我都其實諗唔明點可以咁樣嘅真係。係啊，即係呢啲班，即係話呢啲嚟遊客啦，唔係啲主力我哋吸嗰班人咯。係啊，定係香港已經冇咗個吸引力啊？所以我就話，我之前呢個好簡單嘅啫。你諗下，你放假都寧願飛出去啦。因為嗰陣時我哋疫情當中就係話炒嗰啲復常，即係最壞時刻已過嗰啲咧，我咪買咗即係17垃圾17。就輸，我就本身係開開關啊、復常啊，你起碼所以得，所以呢行嘢咧都幾古怪的。呢啲哇，直情係差喎、啊，係噶差㗎，同埋同大家之前諗嘅嘢係真係有啲落差嘅，完全同我哋諗嘅嘢係好大落差。所以點解話個市即係話港股又好 ，A 股又好，點解會咁咧？係因為呢樣嘢咯，即係點啊？復常。係啊，復常，唔係復常係炒唔起呢樣嘢。我覺得一路，因為我今年嚟嘅，我都話年初到而家為止，我都話噶呢樣嘢。如果哋啲股價唔喐嘅話咧，即係證明咗，其實真係好大鑊㗎。冇錯，就係差嘅，真係好大鑊。係啊，所以問題係，如果要即係如果你係假設，即係第二季開始好翻啲嘅話，呢批股喐嘅話咧，因為第三、第四季應該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話呢批都仲係好似冇得嘅話咧，你要睇下有冇啲證據出嚟啦。呢樣嘢啦，真係啊，真㗎，好有啲，我就覺得喂，其實咪已經復常，我哋以後就係咁樣㗎啦。但係你見到澳門真係爭好遠，澳門真係好犀利，真係犀利。我都有去澳門啊，真係人哋係真係逼爆曬，香港冇我冇見過。係啊，我都話啲 friend 過通搭金巴過關要兩三個鐘咯，黐線嘅真係，真係黐線嘅真係黐線。但係你冇計，即係你同香港完全兩個世界。係真係啊，我香港我諗做生意完啦。兩睇啦，我覺得不能唔係Tony講真嘅，我覺得係有啲嘢係你定你咁樣諗翻轉頭，你有冇啲咩賣點先？而家即係你諗下咩賣點啊？你冇其實，即係你問我好似你話放假咁計，你話會初做放假咁計啦，嗰幾日放假啦，即係你揾地方去咧，其實即係你話行山啦，但係最衰天氣差有冇得行山啊？哇！喺香港我諗唔到仲有啲咩我未做。商場又好似又去開好幾個，又冇乜特別嘢。睇下你有，所以我就係揾緊有冇啲新商場咯。我放假嘅時候，而家咪等大圍嗰個咯。但係你去未有係嗰啲都係嗰啲咯，係啊，都係嗰啲。翻嚟揾嘢食咯，但係揾嘢食你諗下，連兩餐餐出去食咩？有一樣啫嘛。所以變咗其實係爭啲。係啊，同埋因為疫情真係大家都已經習慣咗網購。係啊，同埋有樣嘢嘅，澳門咧，即係因為我啲 friend 咧去澳門咧，即係你見嗱，都係講緊佢都係去嗰地方噶啦。不過人哋會多啲，突然間多咗個倫敦人嗰啲咧，你會係啦，有新景點，真係啊，係即係呢啲澳門都繼續大興土木嘅，其實係啊，冇錯㗎。係啊，你香港冇，即係呢一啲又真係真係爭啲，所以我咧。唔係咁，呢個禮拜呢一個假期咧冇去澳門，因為人太多。但之後都會有興趣，你會可能去一去睇下玩下咁樣。而家成本都低咗啦，我哋去澳門可以搭巴士。又係咯。
不過算了，搭船不同逼搭巴士真的不同逼都幾嘢。都是的。是啊。所以我香港我真的想我都不知道我應該放棄去買其他東西。所以不用你真的 去海洋公園嗎？我去了啦，不是這樣。這樣一年去一次跟小朋友去不 OK。我一次也沒有去。以前生日都沒有去。以前生日免費嘛沒去。現在都沒有基本上沒有了。海洋公園都不是很多人的嘛。是啊。真的又不是很多人，所以看看五一咯，看看五一個假期真的有沒有機會 book 人上來咯。六啊二和六啊六會不會有影響啊？沒有，那你相對來說實際上有影響的啦，你人流少了，還有你因為這陣子，我反而是想因為那時候又說開關的人下來買樓都完全沒有了，所以我那時候也說了，你根本上真的沒有啊。你因為第一件事，如果假設真的要來買樓的時間，等於他們手頭衝動啦，咁呢個位置可以話手頭衝動冇啲咩嗰啲咩煙勢睇得到咧，內地樓咯，大陸樓咁平啊嘛而家，如果去買咁你可能掉一轉我買多啲當散紙買啲，但你香港有一個誘因就係你可以將啲錢係啊搬走，但係問題係因為你內地太平啊嘛，如果你講平嘅我哋邊度平到不知咩價啦而家係咪先？但係而家嗰一刻我哋啲樓咧，如果見嗰個反應都仲係唔得嘅時間。咁你香港好難啦、啊，同埋香港最近嗰啲投地咧都係好低噶。哇，係啊，又埋你嗰度真係簡直真係好低噶，所以喂，我揸住嗰啲本地地產過，我都唔知點算啊。哇，咪咁你咪都係擺住先咯，你而家又唔會抌住噶啦，係咪先？開始話換翻啲錢出嚟買其他嘢好唔好？係噶，咪所以炒好似可以揾得翻啲錢咁啊。咪即係目前上啦。如果即係話咩短炒，即係可能會揾翻個輸嗰啲咧，我覺得呢一陣咧。是有些機會的，不過如果真的可以的話，再給耐性，等埋呢一，即係等埋可能過埋個耐性就係俾咗喂過埋個疫情啦，已經係咯，你唯有你話等埋五日咯，唔係你過埋五一啦，同埋係睇下就係話咧，因為我覺得咧，等你美國加多次息之後咧，啲嘢就會清楚好多嘅。即係仲加唔加啊？加多次應該加多次就冇啦，應該就次會冇嘅。所以當你啲貨幣嗰啲政策定翻咗落嚟嘅時間咧，你啲嘢叫做容易睇咗啦。咁喺個部署上，你會知點樣玩法。同埋，如果你話佢加息已經到定嘅話咧，啲人買樓咧都起碼有數位。可以咁樣解咯，但係你要樓價好難，即係要頂住高位又難地。唉，因為始終你冇一批即係內地嗰批購買力咧，你真係爭嗰啲就爭嗰啲。係咪真係完全冇咧？真係完全冇大陸嗰啲多咯，我諗唔多咯，而家係唔多，即係受咁受人，因為始終你嗰啲剛性需求係有嘅。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會急住要嚟高追去買樓咧？難咯，真係難。喂，不如聽劉小姐電話先啦。啊、劉小姐喺電話旁邊啊，你好。劉小姐你好啊。主持人席先生，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中意聽你啊，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席先生咧，今朝咧。入咗百度啊，137蚊。系，即系如果我想沟货咧 ，OK， 因为我想求，即系希望沟淡佢。明。重要嘅支持位啊，请教你，多谢。未就系，我先讲你听先。支持位咧，应该你当大概系一百，即系如果支转咗落去嘅时间咧，即系嘅时间咧，大概125蚊到咯。咁但係百度咧，其實你預咗佢個價係真係好挫噶啦。咁其實嗱，講真，你話我諗我當話短炒咁計啦。其實你買佢咧，我覺得冇錯嘅，因為佢個價要翻上去咧，其實真係唔難。只不過啱啱好今日你撞正咩事咧，就係話因為內地有啲嘅有啲消息啊，措施就好似話會對於呢個即係 ChatGPT 嗰啲發展咧，可能有一啲嘅限制。咁啊，所以令佢個呢批嘅股份個價咧跌咗落去咯。咁但係又咁講翻，即係話呢一啲，我諗你又有啲可能有啲嘅限制又好，有啲嘅政策去叫係即係監管又好啦。其實我諗你好難阻到呢樣嘢嗰個發展啊，因為其實如果你用翻呢個國策去睇翻嘅話咧，即係外邊就發展到顯含含噶啦。內地我又唔覺得可以特別會慢過人哋咯，即係呢一轉嘅時候可能有機會想話，即係可能少少叫監管嘅嘢啦，咁啊令佢可能即係佢只要呢啲嘢一定唔到落嚟嘅時間咧，佢會行得，我覺得會行得幾，佢會行得幾快，即係呢樣嘅發展啊。咁所以就變咗你話而家即係而家入咗貨啦，咁你俾啲耐性，我覺得你可以等下先嘅。但係如果你加住購貨嘅話咧，可以嘅話，等佢再跌到，我咁即係定翻125啦，作為一個即係參考價先咯。因為講真，如果你136、137買嘅話咧，而家跌咗3蚊啫嘛，咁啊跌咗3蚊又唔使咁急啊，再加
住溝貨嘅，即係如果你係加入時加住溝貨定義咧，就點樣咧？你就可能等佢跌低，可能如果你有咁好彩啊，跌多少少嘅時間咧，你可能嗰啲位可能加多少貨，即係叫溝淡啲會好啲。而家你加住貨咧，你又唔係有特別溝得好淡咁樣咯。咁喺地方轉啦，如果升上去嘅時間咧，你追貨加都唔驚。咁但係而家就變咗，我建議翻你啊，不如考慮下就等等先，就唔好咁急溝貨住啦。好啊，咁啊，多謝曬劉小姐嘅電話喎，咁啊，聽埋關生電話先啦，關生你好。我关生，我大概两个礼拜前咧就卖咗一手腾讯，374.6买嘅，三手中国移动就系62.15买嘅，咁而家卖咗咧，佢升啦，升又买唔翻，尤其是个中国移动唔肯跌，咁有冇机会跌翻落去62.15咧？腾讯？我都希望啦，我都想，我有少啊，我都想中移动跌啦。但系佢啊，因为佢唔跌，又真系冇乜计嘅。咁啊，同埋你有货嘅话，其实你又揸住先咯。即系其实我卖咗啦，已经我卖咗啦，等机会先再买咯。唔系我同你一样，我都未有货，想加想买翻落去噶啦。但系而家佢个价呢个位咧，又似乎又唔系算好吸引咯。因为嗱，有样嘢嘅中移动，我成日都话噶啦，你话买佢得唔得咧？随时都可以买，不过睇下个息嘅情况。你而家個息，而家呢啲現價都大概6.8厘嘅話，唔係算好吸引咯。即係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佢咧個增長係唔多，即係如果增長唔多嘅股份咧，其實你要嚟當收息嘅話啦，就好視乎翻個息嗰、那個息率嗰個嘅嗰、那個狀況咯。咁6.8我又覺得我冇興趣買住咯。即係如果要我買嘅話咧，可能7.5厘啊、8厘再近啦。咁啊，我可能我有啲興趣買嘅。咁所以而家你未有貨嘅話，即係而家你沽咗之後啦，賺咗錢走咗貨啦，咁咪。冇啊，等下先咯。咁啊，股票又唔會走嘅，放心啦，佢已經喺度嘅。最多你又遲啲，如果你假設見佢嘅業績變，出嚟 OK 喎，飆青喎，你咪到時大家到時追貨咯。但係而家既然佢又出業績啦，又知派咗息啦，個息又而家呢一啲呢個嘅股價個股息率咧，又唔算好吸引嘅話，等下先咯，唔驚嘅。941唔好心急再買翻。係咯，唔使急住咯，等下先啦。700咧，佢同而家差唔多嘅啫，其實佢走嗰個價。都唔緊要，700揸住先啦，又係又冇乜所謂嘅。走咗啦，佢話。係走咗啦。30咁啊。你中意咪買翻咯，其實真係冇所謂。700，我始終都係嗰句啦，佢業績個表現係 OK 嘅。咁啊，但你啱啱先至話咧，大陸嗰啲消費唔係咁好，佢啲廣告實唔實 OK 啊？幾 OK 啊？反而佢係啊，佢業績 OK 嘛 ？Q 一 OK 啊 ，Q 一 OK。喂，佢Q4 OK 啊。咪因為最主要一樣得意嘢，上年嚟計咧，騰訊上半年嗰個國咪應該唔係上半年，係上年佢頭三季嗰個 sales 唔得啦。Revenue 都高唔得，即係同埋嗰啲廣告應該係幾差嘅。所以按道理，只要你今年有少少可能要復甦翻啲都好咧，佢應該都會唔差嘅。OK 嘅，即係所以變咗你都可以話咧，如果 turn around 嘅話咧，騰訊嘅業績真係已經係好似快人一步。但係大學 re-rate 咗佢未啊？少少㗎，有。上次業績咧，其實個業績咧係真係大家係好 buy 嘅。我都話聽佢嗰個分析員會議，大家嗰個氣氛都唔同曬。同翻之前嗰兩次相比，真係哇，好似大家好似冇嘢問到。你問啦，你問啲感覺咧，今次都唔係，今次先跌翻好多，所以我覺得佢 OK。咁幾錢買好啊？騰訊而家咪我嗰次咪好似362啊。如果你話，但係呢位買可能買翻一手半手 OK 嘅，咪擺住先咁樣咯。好啊 ，Tony 啊，中心呢啲就你落翻啲先再買啦。咪呢一啲好得意嘅呢啲股份咧，中心啊，好似1347嗰扎咧，其實你如果國策咧。一定同佢撐住噶啦，但只不過咧有樣嘢係上一轉咧係有少隔硬炒，我覺得炒多咗上嚟咯。因為嗰次炒咩咧？炒呢個美光咧，話咩俾調查啊嘛，跟住話內地嗰啲嘅發展又可以加快啊，咁樣可以扶持 OK 嗰啲咧。咁其實呢樣嘢咧，嗱講真唔係第一次噶啦，即係你話內地咩啲咩嗰啲政策扶持啊，俾資金去發展嗰啲咧，已經係經常性咁做噶啦。但係問題就係話芯片呢樣嘢咧。係真係好講究你嗰啲叫係嗰個技術層面啊，一定係唔得。同埋一樣要比較大致命傷係啲咩咧？講啲轉嘅時間。咁你啲芯片，你諗下而家全球都話過剩啊嘛。其實你見TSM 嘅業績咧，其實你話佢真係幾受到嗰啲嗰個芯片過剩嘅問題影響到嘅。但係TSM 又我諗佢會好快會反彈。咁但係呢兩隻咧應該就難啲嘅。特別係如果你內地經濟狀況真係轉差嘅話，因為唔好話轉差啦，即係如果係未有反彈嘅時候咧。我諗佢哋嗰啲芯片需求都應該會爭啲，所以變相就真係
而家呢一啲股份等下先啦，即係佢哋個調整個機會未完嘅，所以唔好急住，等下先。嗯，另外不如講埋啲金礦股啦。如果你話加息就嚟加多一次之後，應該就唔加住啦。係。啲金又點睇咧？呢只黃點解只209升咁多嘅？係咪有啲其他原因啊？呢只嘢升好多啊，都係啊！嗱，呢只嘢真係升得太誇張喎。即係118咧，今朝落到12蚊邊咧，而家又彈翻上去13.18。係喎，但係3%。但係其實金價啱啱呢一陣係落咗去喎，其實咁搞笑。但係金你之前咪話有啲人睇得好牛嘅，係啊，而家咧即係好唔好又將部分嘅錢又擺落啲金度咧？唔係，咁你擺啲無妨嘅，擺啲咯，但係唔建議擺太多。因為其實嗱，而家個情況點解話都係過咗5月之後啲嘢會清晰啲咧？其實金價都係，因為你加多一次息之後，你睇下聯儲局方面究竟佢點樣信會點樣做法啦。第一啦，第二其實點解金價琴日會對咧？因為琴日美金好強，美金強原因係因為咧，直田和南好似嗰個日本嗰個新嗰個咧，佢嗰個就係話佢嗰個寬鬆政策會 keep 住啊嘛。所以琴晚咧，其實 yen 咧係對嘅，對得好鬼勁。跟住美金咪上咯，美金上嘅時候，今日咪攞咯。咁同埋如果你咁計嘅話，即係因為下市息5月啊嘛，咁啊5月份意識之前咧，即係變相之下，除非呢一陣嘅時間出啲數據好差，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即係根本上你預咗係下次加顏色啦。如果加顏色嘅話咧，按道理其實金價咧就啲個美金咧唔會太過弱嘅。因為你講真的，你其實而家有啲要個挑戰就係為咗假設按道理啊，即係大家個共識啦，加埋呢次之後咧，下次就應該唔加噶啦。但係萬一如果佢出啲數據出到嚟，咦都仲係勁好強喎。咁面上之下佢有條件咧可以加多一次。加多一次嘅話咧，其實你嗰個嘅嗰個美金美金匯水咧，再彈真係或者急彈啊，唔出奇。因為點解咧？而家你講緊咧歐洲啊、英國嗰邊咧，應該而家嗱，應該咧應該都唔敢加住噶啦。加拿大都係歐洲咧，而家仲係好似有少少係咬住，因為佢通脹勁，佢又冇得佢唔加。但係如果你話連歐洲都可能有啲驚啊，因為如果你再加嘅話咧，佢會已經有經濟唔掂啊嘛。咁如果有機會又可以停嘅話咧，如果美金獨強。咁啊，金價變咗未必會太過差，所以呢樣嘢咧就反而過埋個五月會清楚啲。但係而家你話金價，你啱啱呢一下咁樣升法咧，我覺得未必關個金價事，即係可能我哋唔知道有啲咩特別消息。去美元化，講真 ，Tony， 我呢樣嘢咧老老實實啦。呢排好多人講呢樣嘢，咁啊，但係有樣好得意嘅嘢就係話，你覺得可以咩？即係我真係諗唔明嘅，即係大家話啊，去美元化好多國家好似唔揸美金啊，你試下唔揸，即係你話你試下你揸，你可能叫揸少啲咯。但係你點可能會去到話唔用美金咧？即係除非我會覺得有樣嘢有邊個地方有個地步啊，佢話去美元化咧，你全球用一種貨幣嘅啫，咁就得啦。即係你可能嗰種貨幣係全球通用嘅，咁啊 OK 啦。但係如果你冇嘅時間，美金都係全世界用緊嘅嘢。即係你可能會話唔用佢，其實係，所以變咗，我覺得你話佢咪關事啊？少少係啲消息面嘅嘢咯。即係我覺得係純粹大家可能有種感覺係覺得去美元化呢樣嘢咯，但係實際上係做唔到。要做一早做咗啦，講真。同埋呢樣嘢建基於背後就係話你有冇咩軍事實力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呢啲嘢你計埋嘅話，你點可能會可以話去美元化？會成功啫，話笑喎。仲有兩隻金股啊，揸咗有隻山東黃金16.98有貨咁啊，點操作？我其實真係一般般啫，咁即係如果你係以翻而家呢一段嘅時間，但係問題係，我好似今朝都同阿陳小明講咧，我叫佢揸住先睇下晏啲佢咩狀況先咯。咁而家佢仲有得升嘅，你咪再揸住佢先咯。咁挨近低 high 緊。係咯，咁啊，既然低 high 緊，咪揸住先咯。但係你話金價即係或者金礦股啦，啱啱呢一陣嘅時間係升，係好似 keep 住都 OK， 有啲錢入嘅，咁咪揸住先咯。2099咧，使唔使食咗先？咁啊，唔係我嗱，我建議你，如果你真係有貨，食啲咯，一係食啲先咯。即係因為咁啊，而家啱啱提及到啦，而家佢啲 run 升上嚟咧，我覺得未必關金價事。咁你話如果金價嘅時候，咁你話佢升啲咩？有冇其他消息？有冇其他金理咧？唔清楚。咁但係咁嘅時候，咪可能揸啲先，即係揸住先咯，睇下或者收市前決定咧 ，Tony。收市前嗰啲見佢個價，可能都仲係頂住嘅，頂住高位嘅。
可能就過埋嘢咯。不過如果你見佢好似有啲有少散水，你最叻噶啦，喺呢啲一見有啲唔對路嘅時間未走貨咁樣咯。唔係要買金礦股嘅 put 或者2840嘅 put？ 唔好啦 ，Kevin， 既然即係啱啱都話，既然個勢都好似即係未清楚嘅時間咧，有陣時玩衍生工具有樣嘢最唔好就係話，即係一嘢行錯邊咧，夾嗰下真係翻即係即係拜拜啦，真係無謂。700咩價位？溝貨。溝貨你咩位買噶？你咩位買嘅？之前其實呢啲位你咪買，再買一注先咯。嗯、不過講真嘅，騰訊呢啲咧落翻去就真係唔怕賣。嗯、但係你話而家啱啱好，啱啱呢一陣啦，撞正就係話啱啱我哋話嗰啲即係針對 ChatGPT 啲消息咧。咁、嗯、你話啲科技股今日跌翻啲，完全合理啊！即係真係合理。不過騰訊咧啱啱呢一下咧對得幾狼嘅，即係呢一下就真係對佢狼。同埋，不過唔知係咪因為啊，不過營住咧係咪 Nespa 減會減磅咧？又會，因為之前咪傳過 Nespa 會減美團嘅，係啊，上個禮拜係啊，係啊，咁啊，其實你咁計，騰訊去減都有合理嘅，再減騰訊啊？佢話都 keep 住會 keep 住減噶啦。其實佢之前啲牌好似停咗，唔知停咗定係話冇特別講出嚟，唔知啦，即係話啲人冇報唔知啦。係咁，但係其實呢啲冇去減美團買啲咯。減700仲使唔使申報？要，都仲要。要。嗯、但好似呢排好似冇乜特別呢啲消息啊，真的。嗯。因為但係問題係，如果你問我嘅話，佢咁多貨係咁依再減啲，冇話唔冇嘢嘅，都慣咗噶啦，係咪先？嗯。我發現啲講完啲理業股彈得勁喎，咁啊。因為佢上個禮拜跌得多啊嘛。係咯，但我想話嗰啲咩啲理價咧、嗯，其實仲跌緊落去，冇停過。嗯，系啊，连佢自之前都好核突喎，系啊，因为之前佢哋话唔知话佢哋话有啲叫锂业嗰啲公司咧，话好似想类似大家倾一个数出一个价出嚟，即系话好似唔知有咩25万一吨啊个价咁样定嘛，希望自己定咗落去嘅。嗯，但应该而家个价咧应该穿埋呢个价噶啦。嗯，所以按道理唔知点解可以今日升咁多。今个月会唔会见195系19500？机会唔大，我觉得真系唔大。因為個問題係而家個市，即係你今日可能話佢好差啦，咁、但係佢又真係有啲跌唔落，即係佢又有啲熬著熬住咁樣咯。即係你話冇曳，我又唔覺得個市又真係好曳，只不過係唔識升咯。特別再係上個禮拜好多假期，我覺得成交都唔算話太差。哦，係㗎，其實唔差嘅成交量，我都有望呢樣嘢啊。嗰三日我覺得唔係星期五爭啲咯，啱啱千億多少少咯。頭嗰兩日係冇乜嘢啊，我覺得。係冇乜嘢啊，同埋個市而家都係。牛住牛住啫嘛，即係又唔係又好，即係又唔算好差嘅，起碼你20000都冇穿過呢一段嘅時間。嗯嗯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先睇下20000點頂得住，點頂得住先咯。頂得住冇乜嘢嘅，其實冇乜嘢。好啊，咁啊，呢次都同 Sandy 傾到呢度先啦。Sandy 有冇持有上述提及股份咧？有同大家申報咗㗎啦。好啊，唔該曬 Sandy 咁詳細分析啦。轉頭翻嚟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嘅，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大家見面。